實完咗演唱會之後，的確係幾得閒嘅，即係都係間唔中，可能今日咁樣有個活動或者有嘢做，所以嚟緊都係唔密集嘅行程，所以都但係又比我想象中，即係本身以為完咗演唱會會哇正啊放假啊，但係又有少少空虛咯，反而所以幾得意呢個感覺。突然間即係得閒，又完埋演唱會。都有少少嘅，所以都開始逼自己，又開始去學翻嘢、練翻嘢咯。即係可能都係揾翻啲嘢做，會個人會充實啲。係會寫下嘢啊！見你突然間咁得閒寫一千字文出嚟。係咯。寫下嘢啊，睇心情啦，係啊，因為我都寫千字文成日，之前成日都走數啊，即係成日太攰啊，冇時間寫，咁可能而家都可以把握啲機會做下呢啲嘢。我想我又不會說發泄的，因為我其實原意都是覺得即是可能 flow 這幾年都見到真的很多很多不好或者很惡意的言論，即是我覺得善意是我們 很接受，但是可能即你知道我經常上網網因少年嘛，可能平時 look Facebook 或者 look 到什麼都會見到很多，即不只是我，其實很多我的隊友或者很多甚至出面的人都會有很多很匪夷所思或者很誇張的言論，我覺得唉都真的幾，我相信大家會不好受的，那我又覺得其實我就是盡量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少一些這些這樣的言論，那可能就會無論對整個社會氣氛啊，或者大家可能做人處事如果輕鬆一點可能都會開心一點。教官也都留言撐你。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那他都不嬲都很想停止一些這些言論的。我想大家可能理解得 太多了，我都有想過，唉，今天我都知道會問的了但是我都有想我說不說，因為我怕說得多即是人又反而又會引起其他人，即其實都件事都過了去了，如果你不說個人大家一路猜測會是即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覺得我原意其實說到最終都是想停止一些惡意的言論，其實我自己都有留意到有一些人或者甚至我的 fans 可能會因為我說的話而反而針對了姜濤和姜濤，我自己都覺得這件事也是違背我的原意，所以我都覺得不應該這樣，希望大家都可以對多點愛啦，不要那麼我講唔好意思，因為我唔知有邊 exactly 有邊啲人喺度道歉，但我都要同佢話 sorry 啊，我都唔係想特登，即係我唔希望影響到佢哋。咁但係係咯，我希望大家理解我嘅原意之後，就可以大家都即係我覺得好難，真係令到成個社會或者每一個人都咁樣做。但係我覺得影響得一個得一個，即係大家以生命影響生命。咁你係咪以後嗰啲 talk show 咧都唔會擺啲隊友上？以後有冇機會再開 talk show 先算啦，係啊，咁係咯，都可能唔知啦，睇下到時咩情況啦，睇下有啲咩場面，因為其實我都唔係話要特登用佢哋，其實我成個 talk show 個原意目的其實都係有啲 message 想表達，即係例如偶像咪一定要咁樣咧，或者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即係面對好多好無奈或者無力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有禮貌地表達自己咧？即係可能我反而係比較狂張呢樣嘢。咁啊 ，Jackie 咧？係。喂，請你係咪撐好兄弟？撐好兄弟啊！係當然啦。係啊，你見我今日同佢一齊出席活動，我知係啦。撐啊！撐啊！撐 Jackie 出新歌啊！第一位聽。係啊！你又撐翻佢啊！失約巴黎係失約巴黎，同埋佢而家都好緊張啦，應該緊張，因為佢一陣要唱歌。係喎、啊。所以養下聲。係啊，我都等。我因為平時都多嘢講啊嘛。係。我今日就靜啲。我都等佢緊張，加油！多謝。會過兩招俾阿 Jackie 啊！過兩招，我在呢方面沒什麼資格過兩招住喎，係咯。但係我覺得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個進步的訓練，其實都是一種，即係例如可能我不嬲好驚嘅，但可能做得多了你習慣了亦都不會咁驚。所以我覺得是一步一步啦，係慢慢睇遠啲咯，係咯，慢慢。知道，多謝依度。咁之後頭先你佢記歌詞好緊張啊，你會教佢點樣記下啲歌詞咧？記歌詞好緊張啊！叫佢整個提示芒俾你得㗎啦，大字幕。
為呢好似冇，係呢度冇，可惜。因為記其實記歌詞真係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同埋你好多時你表演嘅時候，你可能你會空白嘅，所以唯有不過我相信 OK 嘅，因為自己歌你錄音錄咗咁多次，你係入咗血㗎啦，所以放鬆 relax 唔使緊張。知道 OK。雖然我知咁樣講冇用嘅，但係係咩？緊張啲，緊張啲。OK OK。努力中。唔係怕及加辣椒頭啊？啊係喎。有聽過，但係未確實嘅，其實未確實。咁但係如果可以都開心嘅，因為即係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一啲比較搞笑啲嘅片種啊嘛。咁所以仲要可以同佢哋一齊玩，如果仲有埋鼓聲，哇！即係好夢幻嘅組合。睇下睇下會唔會發，會唔會成，會唔會成事啦？但係你啲檔期咧？我啲檔期啊，其實呢排就比較free 嘅。喂，咁但係我檔期，我檔期得啫，唔代表人哋得啊嘛，係咪先？咁我諗嚟緊 schedule 都算鬆動嘅，其實因為暫時冇劇冇電影咩上身，咁但係嚟緊我哋 Mira 會去拍團綜咯，咁同埋係嚟緊會拍團綜。遲啲就知啦。咁即係其實一月開通前拍嘅喎，而家係咁。係啊，咁同埋嚟緊我哋十一月又周年啊嘛，咁我哋都會搞啲唔同活動，同埋都會。可能嚟緊都係 focus 團嘅嘢比較多，係。咁你唔會得閒啦，你話得閒？冇拍劇拍電影咁忙嘅，係。